想当年就是靠这个菌菇排骨鸡汤俘获了我女神的心，锅不放油，倒入老母鸡、半斤排骨，用煸出来的鸡油把排骨爆香，然后转入砂锅，准备一袋松茸菌汤包，里面有八种食材，用温水泡几分钟，也放进砂锅，两三片姜，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，盖盖小火炖一小时，这会儿满屋飘香，加点盐、枸杞、葱花调味，真的太香了。炎热的夏天，赶快给他安排吧。以后你要是做清蒸鱼啊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因为这是我最拿手的硬菜了。河里捞来的鲳鱼，先切下鱼头，再像我这样改刀剪成这个熊样。水里放姜、葱、盐，搅拌化开，放入鲳鱼腌制30分钟，这样腌过的鱼肉会更加的洁白紧实。像我这样摆入盘中，铺上姜丝，大火上气蒸7分钟。这个蒸鱼水一定要倒掉，再摆上青红椒、葱花点缀，铺上肉油。最后淋上这个酒店都在用的清蒸白灼汁就可以了，鱼肉鲜嫩入味，大人小孩都喜欢，你也做起来吧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要是还没学会这个酸辣汤，那可亏大了。锅中加水，倒入嫩豆腐、胡萝卜丝、真金菇、香菇、木耳丝，然后倒入一包这个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。煮开后淋入鸡蛋液，撒香菜出锅，酸辣开胃，越喝越想喝，赶紧做起来吧。想吃烧烤店的烤里脊，不用出门教你在家做。里脊肉切薄片，放葱姜、料酒、生抽、鸡蛋清、淀粉，抓匀腌制半小时。舀千开水泡一泡，穿好肉片，六成油温，下油锅炸至变色，捞出锅留底油爆香葱姜蒜，下里脊肉翻炒均匀。好吃的关键是这包沾皮鞋都好吃的烧烤料，最后撒葱花，这样做的里脊肉比烤肉店还好吃。每次去大排档必点的炒河粉，原来在家做这么简单。油热两个鸡蛋下锅滑散炒熟，加葱花、蒜末、小辣椒、火腿肠一起炒香，再倒入豆芽，一袋鲜河粉翻炒均匀，加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老干妈、韭菜一起翻炒均匀入味即可。自己在家做的炒河粉干净又好吃。这是我最近吃过最贵的水果了，把对象吃不完的薯片敲碎，虾仁剁成虾泥，加入一个鸡蛋、盐、黑胡椒、淀粉，抓拌均匀，捏成爱你的形状，在表面裹上一层薯片碎，根据选的薯片不同，做出来味道也不一样。锅底一层薄油下锅煎，要煎到像这样子滋啦滋啦冒油的状态，提子打底，倒入马菲的冰块，再加入气泡水。没试过手指柠檬的一定要去试试，真的很像水果中的鱼子酱。煎好的虾饼淋上酱汁，金黄酥脆的薯片包裹着多汁 Q 弹的虾饼，一定要大口吃，贼过瘾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像我一样做一瓶这样的香辣萝卜干，拌饭拌面都很好吃。萝卜干先腌制30分钟，腌出萝卜干特有的香味，再慢慢烘炒，这是这道菜做好的关键，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烘炒。烘干水分，炸出香味，放凉装瓶，放冰箱可以吃半个月哦。以后家里来客人就做这个香菇炖鸡，越吃越有味，油热爆香姜蒜，倒入剁好的鸡块，大火炒干水分炒出油汁，调味放盐、糖、生抽、老抽、黄豆酱、桂皮、八角、香叶，翻炒均匀上色，再加没过食材的开水，倒入砂锅煮40分钟，再加泡好的干香菇煮10分钟，最后撒上红椒和葱段，香辣有味，连汤汁都可以拌三碗米饭。以后草鱼买回来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做法简单，味道鲜美，还非常下饭。草鱼切块，放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葱姜，抓匀腌制两小时，锅内热油均匀地摆上鱼块，多翻几次面，煎至两面金黄，盛出备用。另起锅，爆香葱姜蒜，一碗清水，放鸡精、生抽、蒸鱼豉油、蚝油，再倒入鱼块、青红椒，煮一小会，水淀粉勾芡，出锅撒上葱段，又香又下饭，你也赶紧试试吧。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凉拌豆角，
清脆爽口，酸辣开胃。刚摘的豆角切成段，水开加适量油和盐，倒入豆角，这是翠绿不变色的关键。煮熟捞出过凉水，再对半撕开方便入味。碗里加蒜泥、葱白、辣椒丝，热油激发香味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倒一大勺这个凉拌汁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，搅匀后淋在豆角上，这样做的凉拌豆角酸辣爽脆，你也收藏试试吧。以后家里来客，牛腩就像我这么做，软糯入味，连汤汁都能拌三碗饭。牛腩切块，冷水下锅，一勺料酒，焯熟捞出，热油爆香姜蒜，下牛腩，炒干水分，炒出油汁，加盐、糖、生抽、老抽、桂皮、八角、香叶，一勺黄豆酱，翻炒均匀上色，加没过食材的清水，高压锅压半个小时，转入砂锅，倒入胡萝卜，再煮十分钟，满屋飘香，软糯入味，家里的米饭又要遭殃了。活了几十年，到今天才知道五花肉更好吃的做法。滑嫩鲜香，肥而不腻。五花肉冷水下锅，放葱姜八角花椒桂皮，一勺米酒去腥增香，扣盖煮至能用筷子轻松插进去即可捞出，放凉后切成这样薄薄的肉片，然后摆入盘中，碗中放姜蒜末、葱花、小辣椒，热油激发香味。好吃的关键是放一大勺这个白灼汁，它可不是普通的料汁，做各种白灼菜都很好吃，喜欢你也试试吧。这个虾的做法可一定要学会哦。咸蛋黄切碎备用，大虾去壳去虾线，加入屏幕上调料，抓匀腌制十分钟。腌制好的虾再裹成淀粉，等油温升高了下锅炸，炸到金黄酥脆捞出，融化一小块黄油，倒入咸蛋黄碎，翻炒到像这样起沙的状态的时候，倒入虾仁，均匀的裹上。炸虾配酒，越喝越有。今天来点红星低度的43度大2，这是红星很有代表性的一款产品。喝酒就得喝点纯粮的，平时和朋友一起吃饭喝酒都会选它。选二锅头记得要看准这个纯粮小金标，有它才是真正的纯粮食酒，这还是优级的，喝着更放心。看看这酒体多透亮呀，一口下去干净又顺口，粮香十足，搭配上金沙虾球，酥脆咸香的外壳，Q 弹鲜嫩的肉质，真的是美滋滋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